然后你来比划，对方来猜他比划的是什么。良心游戏啊，你心里想的这个就一定得是。来，两个人一组，小宝和九剑仙一组，巫后娘娘和晋元一组，灵儿和逍遥一组。XJ， 比如说仙剑 XJ， 一组一组来。鞋，仙剑，选择，选剑。哎，对了，选剑。啊哈哈。对、啊，小超演。拿一个这个。洗衣。嗯。哦，我已经知道了。洗脚。嗯，答对哈。答对。来。中间这个。选是对的吧？选，选脚。中间。哦，我知道了，是了，我应该是那个。为什么？你选了一条七。No。那你是什么呢？我没选出来，但肯定不是这个。来，五四。相间。相间。哦，是隔着的意思。相间啊，那你猜的是啥？你猜杨迪以为是什么？是什么？嗯，我那个错了，我说小街，你看它好小的一个街。对对。嗯，还有什么？这样，金超，我跟姐姐一会儿好不好？好的好的。好，娘，快来，赖了。换个座。女儿。换搭档，换搭档。让两位大帅哥挑战。我来演。哦，我知道了，多简单，这简单，眼角，眼角错 ，XJ， 你看，尖，你肯定能猜到，小尖，小尖，小，你还是状元呢，对的，状元，笑一脸苦相，笑僵是吗？说对，说对。对，良心游戏范丞丞，你作为师傅就这么教徒弟的？算了，错了，下一个。这个真的很简单，校鸡在哦，对对对，我也猜对了。对，别搞那些那么复杂的校鸡。